好，大家好，欢迎收睇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大家有没有收过美容院打来的电话呢？说送给你一次美容疗程，叫你上来试一下做这样。我不时都会收到的，但一次我都没有去过，就不知道上了去会不会被人力烧一些套票啊，签一些合约啊，是不是试做完就走得那么顺摊呢？有關消費者簽了卡給完錢之後的冷靜期談了成10年，過去由於商界反對曾經擱置了，隨著銷售手法千變萬化，消費者有時一次預繳成6位數字那麼多錢，最終有時都血本無歸，這些新聞越來越多。消費會統計過去5年美容健身時光共享，即類似購買會籍這種，這3個行業是消費者投訴銷售手法一共是3701宗，佔預繳消費行業總共的投訴是有成63%的，涉及的金額是1億3000多萬。於是要求設立冷靜期的聲音又出來了，消委會日前就建議冷靜期涵蓋非應邀合約、遙距合約、時光共享、健身和美容服務合約這5種的交易，對消費者固然是喜訊，但亦都有業界人士就反對，兩者應該怎樣平衡呢？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預繳合約冷靜期，顧客商戶論權益。我今天是有4位台上嘉賓，分別是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主席好，大家好；香港健體專業人士總會會長黃曉山，大家好；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卓照，大家好；同埋民主黨消費者權益政策副發言人袁海文，大家好。好，歡迎大家。現場有兩家作業同學在這裡，分別是來自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同學，歡迎，還有加洛薩聖心書院的同學。好，今天我們講講冷靜期，我們有業界的代表，有消費者的代表，也有學者在這裡。不如就第一樣就一定是那個問題了，贊不贊成設立7日的冷靜期呢？業界或者消費者那邊怎麼看呢？好啊，我首先我講先啦。我諗冷靜期咧喺個原則上係一定係支持嘅，喺消費者我哋見到過往係有唔同嘅好嚴重嘅行為，特別係預繳式消費，包括一啲高壓手段威嚇、誤導失實。好多時候咧，消費者係完咗嗰一日啦，即係先知，或者即晚已經知，但係想要求係退款、要求嘅處理嘅時候咧，往往就係話你已經係簽咗合約啦，冇得退款，咁就係求助無門。我哋曾經咧，亦都咧係聯絡過唔同業界，即係請佢哋咧越睇下願唔願意咧係提供呢個冷靜期啦。咁喺今年1月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美容院咧係願意提供唔少於7日嘅冷靜期嘅。我成立咗一個香港美容良心約章，其實都已經有100間美容院係願意提供冷靜期，而呢啲咧亦都係咧係一啲小店嚟嘅。咁咧，佢哋中間亦都有考慮嘅，即係有啲咧唔係即刻就話我係冷靜期，中間都有啲思考過程嘅。但係佢哋都諗翻自己嘅營運模式啊，基本上全部都係啲顧客係因為佢哋嘅質素、因為佢品質、因為佢哋嘅誠信，咁所以咧佢哋覺得7日冷靜期對佢哋嚟講咧根本係唔會有影響。有冷靜期最大嘅影響咧係嗰啲咧不良銷售嘅商家。呢一個咧，因為係佢哋不能夠再透過呢個手段。如果咧係有啲咩誤導失實咧，消費者可以喺個7日嘅黃金時間內咧，係保障翻自己。所以我認為咧，冷靜期對消費者嚟講咧，一個係好緊要嘅救生衣咯。7日適唔適合啊？你覺得個時間？7日我覺得係最起碼嘅，坦白講。點解咧？因為我哋亦都見到過往有啲情況，就係如果有啲美容院佢只係提供24小時啫。咁好多消費者基本上咧係一輪轟炸，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咧，佢基本上都未能夠冷靜係處理到。以至我哋亦都咧觀察到，即使有啲係話俾3日嘅冷靜期咧，好多時候執行上啊，一啲嘅職員咧亦都係會透過唔同嘅策略啊，例如係拖延啊，例如係喺個冷靜期係刻意唔同去講嗰個冷靜期嘅安排同埋權益咧，令到個消費者咧係即係損失咗。咁所以你問我7日咧係一個好基本嘅安排咯。好，不如問一問葉世雄啦嚇。咁啊，袁海文就覺得係因為有啲不良嘅銷售手法喎，係咪覺得都可以接受咧？呢個7日冷靜期？首先申報一下先，因為最近出嚟討論呢個問題咧，都好多人覺得，你梗係開美容院㗎啦，你梗係維護自己權益啦。咁我就唔係開美容院嘅，我完全冇經營美容院或者健身中心，反而我係類似阿袁議員咁咧，我
經營了一個保障美容消費者權益的一個計劃20年㗎啦，我哋幫過幾千個消費者。OK， 申報完之後，我想其實講一講咧，而家發展到今天的局面咧，其實政府是欠市民兩次道歉，亦都欠業界兩次公道嘅。我先講第一個先啦。其實喺7年前咧，大概7、8年前，佢哋講緊商品說明條例去修訂嗰陣咧，就話要加入個不良營商手法。當時我已經講咗，你政府企圖用一條條例去涵蓋全香港所有嘅產品同埋服務，去制定一啲不良營商手法，諗住可以制止咧。我覺得係太過不切實際。點解？因為唔同嘅行業，佢嘅商品同服務提取嘅方法係真係大相徑庭，你好難去釐定。嗱，佢而家咪講好難去執法，好難，我哋遵從都好難嘅。唔係，但係當日佢係講今日一模一樣嘅嘢，就係話你唔使驚嘅，立咗一條法例還你業界一個公道，不良嗰啲咧就會俾我哋拉曬噶啦。嗱，今天你跳出嚟講話好難執法，然之後你局長親口話呢個一個問題行業，我覺得係有問題。嗱，我哋你使問我冷靜期啦，我答翻你嘅主要問題啊，主持，應唔應該設立咧？如果係因為唔冷靜而購買服務，設立冷靜期係應該嘅。但係好似阿袁議員頭先話啫，如果係因為不良嘅營商手法咧，我想話俾大家聽，消委會嘅數字同埋海關嘅數字係反映到呢啲不良嘅分子啲投訴係佔業界1% 以下，係0.幾%。而佢哋用不良手法，你今天消委會話因為設定咗冷靜期咧，就可以避免用法律嘅途徑去處理呢啲咁嘅不良銷售。喂，究竟個精神喺邊度咧？有班不良嘅生賊去截劫啲商女，你又唔拉佢，然之後你又話還翻錢冇事啦？嗱，你即係打劫咗人哋咧，7日俾翻佢冇事啦。嗱，我覺得業界嘅睇法就係嗰99.幾%嘅良好經營者覺得應該係拉曬啲不良嘅。係咁，我問一句啦，咁如果你唔係嗰1%，你係嗰99%，你唔打劫人嘅，咁你唔使驚㗎。調翻轉啦，嗱，你如果你係而家有條刑事嘅法例喺度叫不良營商手法啊嘛，如果你寫曬頭先講啲場景㗎，你利誘嘅、脅迫嘅、施加不恰當壓力嘅，全部係刑事罪行。如果而家你冇冷靜期，你係可以用你唯有咧咁講，即係你唯有。所以我意思係，就算有冷靜期，都唔會影響嗰啲正常營商嗰啲人。影響咗嗰啲。影響咗邊咧？我未講翻嗰度咧，咁樣。你影響咗不良嗰啲咩？你俾咗一個更低嘅違法成本佢啊？錯啊，葉生。如果係冷靜期攞到錢嘅話，如果佢都仲係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有威嚇或者誤導咧，佢一方面可以拎翻錢，另外咧亦都係可以揾海關嚟去拉，即係佢又要賠錢又要負上刑事責任，因為民事同埋刑事係兩樣嘢，唔代表民事 settle 咗咧就可以搞掂刑事。我明白。即係你唔好以為咧就係話一個就可以放心。我完全明白。你試下消費者嘅立場，大家諗下，如果消費者最想點咧？你幫了消費者2年，我幫了消費者20年，他們最想是什麼？你問他一句，他想拿回錢嘛，遇到不良那些，他如果是要跟你堅持執法的一個維護社會正義，他直情告到底，用什麼冷靜期？現在告完他拿不回錢嗎？不過現在的說法就是，就商品說明條例那個舉證是困難的，因為有些地方例如他可能是一個密封的地方去進行一些交易啦，咁啊要個消費者你要好記得一些交易的過程咧，先至個檢舉係個難度個水平是很高的。7年前我跟他講了很困難的啦，當時政府不是咁講嘛，佢話唔會嘅，會很清晰的，你遵守亦都不會不清晰，我哋執法亦都不會不清晰。所以而家你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唔緊要，我哋提過啦，我哋想拉曬啲壞分子。你知唔知道業界幾憎啲壞分子？佢哋有份劏客攞曬啲錢，令到啲顧客市民憎恨呢個行業。但是我哋良好嗰班冇份分噶嘛？我問一句啫，咁啊，但係黃玉山啊，消委會主席就話訂立呢個冷靜期，其實係有助業界發展建立一個即係正面嘅形象喎。上次都係咁講啊，上次不良營收手法嗰日叫我哋唔使驚，會幫業界建立良好形象啊。今天你局長行出嚟話我哋一個問題行業，你係咪欠我哋一個公道咧？好，不如我如果講到問題行業，不如俾阿黃生講講啊。黃生就係呢個健體界啦嚇，咁你覺得局長個説法點樣樣咧？你滿唔滿意？其實咧喺我哋個行業裏邊咧，有啲機構咧已經就有自己設立呢個7日冷靜期啦。咁呢個7日冷靜期其實係俾個客户咧一個信心嘅保障嚟嘅。咁好多業界嘅時候或者今日嘅報章都出咗嚟啦，除咗7日、14日，我哋都係冇問題嘅。最緊要就係我哋提供到一個好嘅服務俾大家。咁另外啦，咁當然明白營商係有壓力嘅。咁呢一方面，大家點樣去平衡啦？
咁喺法例上面，基本上法例已經係一個不良銷售手法裏面已經涵蓋保障咗成個嘅行業啦。咁我亦都明白每一個行業都有獨特性嘅。咁睇下點樣，我哋可能啲細節上面會去探討一下啦，或者係同啲業界溝通咁樣咯。嗯，咁啊，阿黃生就覺得最緊要有好嘅服務喎、哦。咁啊，葉生認唔認同咧？即係葉生，即係阿黃生就似乎健體界就唔係太擔心喎、哦。點解你又咁擔心？嗱，我哋唔係擔心，我覺得件事第一個唔公道啫。嗱，好嘅服務我當然明白啦。其實你知唔知業界美容業界早過旅遊發展局？佢1999年咧就推出一個優質旅遊服務，美容業界喺1998年已經推出咗優質旅遊服務。我即係要打斷一下葉生，因為例如我即係我例如我引述明報嘅社評，明報嘅社評就係話，就係、是、因為咁多年嚟都自律都係冇效果啊嘛。所以主持，我補充一點嘅，2006年咧，消委會係同業界包括啊葉生你啦，訂立一個咧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咁啊，涵括咧服務及產品質素啊，點樣宣傳啊，要叫識消費嘅模式啊，制定服務承諾。咁啊，好多要求其實例如要啲美容師係好專業嘅，唔好誇大療程效果。如果係廣告咧，就係、是、咧內容係必須真實咧、公平合理，同埋如果有啲科學啊或者醫療咧，就一定係確保係有根有據。投訴嘅機制都係有講嘅喎，就係話咧公司一定係要當眼寸指示，喺一個合理嘅時間、短嘅時間處理。但係我哋去到12年今日啦，我哋見到消委會嘅投訴喺美容行業每年係不斷上升，每年係過千。我哋如果係咁好，如果係自律嘅就唔需要去。你講嗱，你自律可唔可以？我俾個例子你，你講消委會，我直情俾數字你睇。消委會做嘅呢個調查，1999年。他說一年前業界成立了一個優質美容服務機制，那個調查結果是怎樣？優質美容服務承諾的機制在美容師質素、收費及銷售手法、環境便利程度、客戶整體滿意度均較非會員優勝。消委會做了個調查說有效，不過這個消費者最關心就是這些。好了，消委會說了一句，不過這個是1999年的事，到現在都存在。我們有千多間美容院加入了，但是葉生我都想說你那個千多美容院加入呢，就正正有一間是將中文大學擺了上台，就說他是中大邀請去香港唯一一間美容院做一個醫學研究，但是呢中大是出來否認，我明白，但是這個就是你們優質美容院，我想問你們怎樣跟我交代，你那百多間以後沒有措施，你是不是保證你那百多間以後不會有投訴？那你就沒有機制去懲罰他，我沒有機制，沒有嘛，那就沒有，沒有機制怎會有成效啊？那不是我做結果，是消委會做結果。不過我補充最後一句，消委會說什麼呢？不過你們這種機制不夠規模化。不過我都補充一句，那個1999年的報告，好，接著我給關卓照講，關卓照一直都沒發過言，關卓照。我就不是業界專家，但我是數據都懂分析的，就是我就看回10多年過去的歷史，其實我翻看回歷史，其實最早我找到就是投訴的健身啊那些東西都找到是2006年開始的。當然我不是集中講健身啊，我只是說講給你聽，就有這些歷史背景。美容當然都是有個問題因素的，但數字上你看到咧，就係喺2015年咧，依個美容服務同埋健身中心咧係見咗頂嘅投訴。嗱，可能就因為喺2016年鬧第一件事就係 California Fitness 嘅問題。OK， 嗰陣時咧就令到因為好多焦點落咗去，亦發現到咧就係依啲咁嘅所講服務行業咧，其實入邊嗰個銷售手法咧係有問題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令到可能消費者有戒心。OK， 亦可能係因為你自律咗。OK， 但係自律之中咧，亦冇減少到一啲所講嘅投訴數字咧，咁係令我擔心嘅。因為既然業界係以自愿係做自愿嘅7日冷靜期，即係證明佢哋覺得冇乜睇，起碼健身嗰邊冇乜問題啦，係咪啊？咁你將佢規範化、立法咗佢嘅，有咩問題咧？當然係個條界線就7日、5日、14日，有啲美國3日添嚇，可以。即係大家去傾，因為始終都涉及一啲所謂商業成本。但係無論如何，就話個數字上咧，其實係仍然令到市民擔心啦。因為其實好似我哋咁諗，就係劣幣趕良幣啫嘛。當你劣幣趕良幣嘅時候咧，就算你90% 係好嘢，1% 係一啲老鼠咧，其實都令到你啲消費信心咧、消費者嘅信心咧係會差咗嘅。有當你擺入一啲所講冷靜期當中咧，其實係提升咗消費者嘅信心，同埋對個業界方面咧就話咧。如果係有啲真係老鼠眼鼠想入嚟咧，個成本係高咗噶嘛，係嘛？咁某個程度下咧，其實你哋落咗閘，多一個防水閘，係提升咗個消費者嘅所講信心咧，係有利翻而
有利翻個行業發展嘅。我想問一問啊，關生咧，就住即係如果由商業營運嗰個角度考慮啦，即係會唔會真係增加咗營運者嘅成本？例如佢會唔會需要一筆資金，隨時要準備？有啲人佢要退款喎，咁樣我嗰個現金流會唔會受到影響咧？真係有可能嘅。所以問題就話要睇翻唔同嘅業界咯，就話要落閘個嗰個門檻咯，日子你選擇咯。但係問題就話咧，喺現今社會當中啦，講真啦，如果你俾人係做咗世界翻屋企 Google 下睇下啲資料嘅，哇！原來嗰啲人夾埋揾咗笨嘅，咁你一兩日都搞掂噶啦，俾封信佢 cancel 佢咯，點會玩咁耐七日啦？係咪啊？我都盡早想 cut 咗佢噶嘛，係嘛？你要睇翻個心理啊嘛，因為依所講非理性嘅消費行為咧，其實好。即係喺經濟已經常出現嘅啦。即係你入到去個健身室，哇，好靚喎，有好多美女喺樹喎。咁你啊自然好似有種 feel good 嘅嘛。點都行咗出嚟，已經簽咗成幾萬蚊喺樹啦，覺得自己我未必成日嚟嘅喎。咁點算咧？咁依種行為方式咧，其實喺冷靜期當中咧就可以。即係落個閘，好幫個手嘅。但係會唔會嗱，就正正就係頭先阿關生講嗰樣嘢，會唔會就係都問一問袁海文，就係會變成一種即係非理性嘅消費啊？即係或者我頭先所講嘅充大頭啊、懶闊佬啊咁樣，我簽咗先算啦，反正哇係咯，我話呢度咁靚，我唔想俾人睇小我，咁啊簽咗先，反正翻到去都可以退噶啦，會唔會咁樣樣咧？咁對其實商家都好唔公平嘅喎，咁樣樣。我講一樣嘢啫，非理性消費行為其實。不是由於個營運的模式，營運嗰種銷售手法係入到去環境，令到你決定了是很舒服，好像我一種享受咁奢侈品。反而依啲反而最後因為落咗閘咧，有咗冷靜期咧，令到佢之後發現自己是非理性咧，先取消佢，反而對一些所講的人嚟講咧，係比較理想啲嘅，我覺得係。我覺得呢個冷靜期係比較有效減少唔少嘅即係爭議啊。我哋見到喺過往頭先講嗰啲話威嚇啊，成嗰啲形式，與此同時咧，亦都有好多咧係用啲誤導嘅手法。例如我哋見到好多美容院咧，佢哋但係頭先例如我講嗰種咧，即係例如我入到去，我真係覺得哇好靚喎，我好中意，跟住簽咗先啦，唔好理啦咁樣咁嗰啲。我諗最關鍵咧。係佢哋個客咧，本身係咪真係 loyal？ 係咪真係用一個服務係真心係服即係俾到佢哋啊？如果根本係 oversell 嘅，如果根本係賣個客係唔需要嘅，呢個根本係唔會發生。所以點解會有啲業界係願意係出嚟啊？講緊係100间，就正正係佢哋對自己係好有信心咯，對佢哋嘅質素好有信心咯，對佢哋嘅客户好有信心咯，而唔需要驚或者搬咗啲藉口嚟係拒絕冷靜期。好，問多一樣嘢啊，即係頭先我哋討論成個關於冷靜期退款個安排，嗰度有一樣嘢大家都有討論過下嘅，就係關於消費者喺退款嘅時候咧，就喺7日冷靜期裏面就唔需要任何嘅理由嘅，即係我唔需要啩你覺得嗰個健身中心或者嗰個美容院點樣樣啊？我總之我瞓醒突然間覺得我真係唔想玩咯，咁就可以取消喎。咁又覺得會唔會影響到例如黃生嚟健身業界嗰啲朋友嘅權益咁樣樣？當然有影響啦。其實我哋去一個客户過嚟，我哋一個健身室去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提供好多準備嘅。咁第一個準備就係我哋嘅身體評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飲食嘅評估啦，同埋訓練方案嘅。咁呢啲咧都係要睇翻我哋要個人或者特定嘅人士咧去編寫個 program。我唔係話一日或者30分鐘可以解決得到嘅。咁佢開始到投入服務或者我哋做呢個 service 嘅時候。我哋就要準備依啲嘅配套俾佢啦，咁依都係個成本嚟噶。咁同埋啦，我哋去譬如減肥或者健身都好，佢唔係話7日你就可以練到好大隻，減肥你唔可以7日減到50磅，咁依啲係誇張失實嘅嘢。咁但係佢都係需要時間去鍛鍊，咁依個時間可能會有短有長，可能3個月或者半年時間。咁我哋可以定立一啲時間，譬如我哋可能3個月、6個月 review 一次嘅 program， 會唔會令到我哋成個嘅金額嘛唔會話好誇張、好高等等？依啲我哋要同意嘅。你會唔會贊成可能如果佢係冇理由地取消？嘅話就唔可以攞足全額咁樣樣咧，當然唔贊成啦，當然有理由啦。即係你贊成係要有理由先可以攞。理由當然有理由啦，就話我無理嘅，我入到嚟我投資幾百萬嘅裝修，投資咁貴嘅器材俾你，你入到嚟兜個圈咁樣話，我覺得幾靚啊，翻到去簽完之後覺得都唔係好中意喎，咁樣我都係唔玩啦。咁呢個係一個。對商户嚟講咧，係一個損失，同埋浪費咗好多嘅資源咯。咁你覺得佢應該攞得翻幾多啊？如果佢冇理由地取消個合約？依樣嘢就係大家嘅雙方去討論一下啦。咁可能就會計翻個政府裏邊咧一啲 percentage 啊，或者行政費用啦，可能要收取。
好，袁海文坦白講，我覺得是不需要有理由的。我先講一講那個原因。大家要看回呢，其實七日冷靜期內呢，現在個建議其實商家呢是沒有損失的。即我當你信用卡給了消費者委員會的建議呢，是說商家可以收回 3% 的信用卡費用嘛。那我想問個損失去哪裡，現金來的，現金退回時間的話呢，我覺得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個理由呢，要看區分你的原因。如果真的想了解自己的營運模式是不是有什麼是可以改善的話呢，其實你可以一邊呢就給他簽個冷靜期，另外一邊是給他一份表格，去就問下他一個意見。咁有意見你啱嘅，你咪去改善咯。如果係一啲唔啱嘅，你咪再係去睇下點樣去處理咯。咁呢個我諗係好緊要嘅。但係如果咧，你話提供理由咧，係純粹咧係提供一種咧藉口，或者係一啲手段咧係去拖延，或者係去拒絕，係去退款，或者係扣起翻啲錢咧，我就覺得係不合適嘅。好，其實咧，袁議員同我哋三位講緊兩樣嘢，佢一路都係講緊咧不良嘅情況，你根本應該俾翻曬人啦。頭先阿關生都講咗，即係你係如果你係冷靜，係因為消費嘅衝動，你想去消費，其實個商號冇做錯嘢嘅，可以係。嗱，如果你唔需要提出理由，個問題喺邊咧？個人因素要退嘅，個商號都要退，因為我唔知點解嘛。因為消費者係完全唔需要提供理由。舉個例，我買咗50次美容療程。三日後收到公司通知我上北京做嘢2年，嗱，呢個美容院有冇做錯嘢，或者健身中心冇做錯嘢？喺呢一個 scenario 冇嘅，但係消費者會唔會退？大家心裏自己答自己。如果你係個消費者，你退唔退？咁但係唔緊要，我覺得呢種退款嘅理由相對都合理嘅。個消費者根本都唔喺香港工作或者居住一段時間，應該退俾佢。但是呢個咪理由咯？你唔講理由，我連監察有冇濫用都睇唔到，因為嗱，個人理由，我突然間出咗新商品、新手機，我好想買，我退咗你個健身會籍，我買手機啦。呢個又關個健身中心咩事啦？冇唔需要提出理由，個特點喺度啊嘛。我哋連監察呢個機制有冇被濫用嘅機會都冇，咁呢個係咪一個公平平衡嘅機制咧？好，俾阿袁海文回應一下。我諗好簡單，冇人阻止你去問個消費者理由啊嘛。但係個消費者有冇必要去俾理由咧？我覺得呢個就係商界個獨立機構。喂，講緊如果係被威嚇啊，你叫一個被威嚇嘅人再提供理由，冇威嚇嘅情況咧，冇威嚇嘅。咁如果冇威嚇，佢心悦誠服，覺得真係有問題，即係真係有嘅時候，咁佢係好願意俾個原因㗎。公司即係我諗係好多即係行業你會俾 feedback 㗎嘛。俾咪俾咯，俾目標㗎嘛。既然願意俾，點解唔俾啊？點解要？我頭先講俾原因咧，唔係業界決定退唔退啊，因為而家消委會嘅建議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去處理㗎，唔係你退喺健身中心見到呢個理由唔退，冇得佢唔退啊，立咗法㗎啦嘛。你俾個獨立機構呢個理由，你都唔俾，個原因係乜嘢咧？好啊，阿關生咧，關生對呢個需唔需要俾理由，你覺得點睇？我諗如果攞個平衡咧，可以用一啲制度上可以改善。你話理唔理由，其實就可以隨時講俾聽，揾到任何理由都講俾聽嘅啫，係嘛？理由就可以揾到嘅啫。反而我覺得就話要考慮翻營運成本咯。比如咧七日嘅，真係可能引發啲成本係好重嘅，或者係影響到啲現金流。咁點樣處理方式呢 ？OK。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個客走上嚟。其實你做一啲所講嘅嘢 sell 佢咧，嗰樣嘢其實你都係做緊 marketing 啫嘛，你都有利噶嘛。如果嗰個真係有想真係嚟嘅咧，咁你只係諗話哦，佢真係揾笨啊、白撞啊、玩一玩咁啊。咁啊，我覺得就話都要考慮翻你兩個角度，一個咧就話你嗰啲人上嚟咧就係屬於係你 sell 嘅，好冇問題啫。我好唔該，好休息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歡迎翻嚟第二節誠信談。今日我哋講講咧，係消委會建議啊，喺一啲合約嘅交易裏邊引入呢個七日嘅冷靜期啊。好，咁啊頭先啊葉世雄咧就想補充少少關於成本嗰度喎，係嘛？係啊，嗱，其實成本嗰度咧就唔係好似原來諗得咁簡單，就有時係信用卡嘅手續費3%。其實而家你可能發現出去買電視機啊、買電器、買手機或者買美容服務都好啦，有一種叫免息分期嘅付款方法。消費者有個錯覺係免息，其實成件事銀行冇免過利息㗎，係商號俾曬利息嘅。一般嚟講，去到成8%利息嘅。咁你嘗試諗下，如果個消費者現場做咗一個消費，然之後佢選擇咗免息分期，個商號又俾咗8%銀行，其實唔係3%。第二，
消委會話佢如果做咗一個服務喺冷靜期做咗個部分咧，按比例退翻俾佢啦。其實有問題嘅，點解咧？你買一隻橙同一箱橙價錢一定唔一樣嘅。你話我買一箱橙之後食咗一隻，退翻一箱俾果欄，你平均計翻俾我啦。其實一個唔現實，嗱會有爭拗。大家肯定知道一個包 order 一定係平啲嘅。第三，而家一般我哋都上街遊行過啦，銀行係周時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個月咧，碌咗卡佢啲錢先俾翻商號嘅。咁你要喺14日內退款嗱，如果完全冇做過任何嘢嘅退款，簡單啲嘅，亦都冇分期，簡單啲叫銀行 stop 咗張單啦。嗱，如果做咗一部分，我應該收翻我做咗嗰部分噶嘛，咁即係張單唔 stop 得啦。而啲錢又即兩三個月後先翻嚟，咁我唔使電錢出嚟點退到咧14日。好，另外幾位會唔會簡單回應一下？即係如果你話分期所衍生嗰個即係費用，咁最簡單你就唔好喺7日之前已經 effective 咯，即係你係即係確保即係7日之後佢係完全係翻去諗清楚再上。我就係行呢個分期，都係可以嘅。你點會個客上到嚟？明明想做服務，你叫佢翻到七日後再嚟。咁唔係，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呢一個佢真係覺得吸引嘅，袁海文意思咪叫再嚟，即係你可以七日之後先至去，同埋你生效你嗰個唔係啊，服務佢即係做咗啦嘛。如果唔係點會衍生做咗部分？做咗我哋見到而家好多嘅情況就係冇標明個正價或者冇標明個價錢啊嘛。去到退款嘅時候就肉隨砧板上任你講嘅正價，有啲可以講到話萬幾蚊一次嘅美容療程都係可以嘅，呢個係絕對係唔應該。所以如果而家定咗咧。是一個按比例呢，我相信呢業界呢是會在那個成本計算上呢，在那個提出來的是按正價退啦，是不是？不是，我覺得如果是按了比例，它會已經是在成本銷售度有改變。譬如買一次是1000元的，如果買十次呢就是500元，就5000就可以了。那我做了一次，標價清晰啦，單次1000，我做了一次，跟住有9次未做，冷靜期內它退，我應該退多少錢？我同意消委會應該用翻按比例，即係消委會建議按翻比例啦。按翻按翻比例。咁你標明單價又有咩意思咧？唔緊要啦，呢個我諗。咁我以後一定買多㗎，係咪？好啦，呢個係去到細節點樣執行啦。不過我諗嚟緊，如果真係立法嘅話，一定會傾到葉生你關注嘅呢個話題。不如我問一問關生對頭先葉生講嗰個係咪真係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商户嗰個計算嗰個成本咁樣，一定會依啲梗係啦，因為始終你都係用一啲所講即係俾嘅服務啊嘛。咁如果係多人用咗，又接單，又當你七日內冷靜期係 cancel 嘅，一定會出現。但我又唔覺得依好似我都同意消費者委員會嗰樣嘢，就話你真係上去即係白撞玩咩？其實你真係有一種興趣，你講真，你講健身。你真係諗住係有個目的去做啊嘛，係咪？你一日唔會達到目的噶嘛，係咪？做健身，同埋亦未必係一定揾 trainer 做，即係譬如我都有近視嘅，走去一啲健身嚟，我都係攞一啲 membership 啦，咁我自己空閒時間做啦，咁即係未必係好似佢哋咁高檔要揾即係 trainer 做，咁但係問題就話我都係有個目的。減肥啊，健康啲啊，咁嘅東西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就話問題出現在就話咩叫非理性消費，就係只係因啲人高估咗自己所講會去做嘅時間啫嘛。可能我做下，我可能一個月做兩次，最後一個月做唔到一次係嘛？咁可能我就會 cut 嘅，自動會 cut 嘅。所以依樣嘢我又唔係覺得即係啲人會有嗰個時間成本，真係走嚟即係白撞嘅差唔多。咁但係問題咧，要畫條線咧，就話要睇翻行業嗰個你。即係要個成本上咯，要點樣控制咪退錢方面個程序上，但我覺得依啲係技術性嘅嘢。係冇錯，呢個技術性可能之後可以再斟酌啊。黃生咧，黃生對嗰個成本你點睇？成本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啲業界啦，佢哋會提供一啲七日啊免費試玩啦，或者一天嘅每一單次嘅試玩嘅。咁依個試玩其實佢已經足以咧瞭解到咧嗰個機構裏邊咧嗰個環境啦、個設施啦、個服務咧係點樣嘅。咁如果喺依一度嚟講，佢已經同意咗或者佢簽署依個合約嘅時候，咁喺我哋嘅七天冷靜期，其實我哋已經俾咗七天嘅試玩俾佢，或者一天嘅 trial 俾佢玩。咁其實已經好 fair 咯。咁我哋可以建議得下，哇！如果佢是想參與的，那這個七天冷靜期會不會是一個自願性的呢？譬如在個表格裡面自己剔了、哦、我自願參與七天的計劃的，那好了，如果你自己參與七天計劃的時候，那你我們七日後呢先計算你自己一個的、開始合約的精神，我、哦、不是、哦、我不需要了，那我已經即刻呢就可以參與玩的時候呢，那就基本上他就跟回去七日冷靜期那去要求咯、嗯、那這個是我們的建議來的。好，在嘉賓台下發言之前我都
再跟進翻一個問題，頭先一開始都有講過嘅，即係其實而家就住即係不良營銷手法已經有即係條例規定，已經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嚟。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其實你加強執法咪得咯。就先例如袁海文講係好多高壓嘅銷售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啊會唔會係其實加強執法仲有效過冷靜期咁樣咧？我處理過600宗投訴，亦都有啲係即係俾個海關，唔係全部啦，因為有啲我處理咗咧，一望咧其實就知道咧唔夠證據咧，就擺到落去咧海關去執法。而那三單呢有兩單都仲係即係告緊或者查緊，得一單係成功，但係要咧個舉證上係點咧？不單係要依靠嗰個當事人係記得係好清楚，仲要嗰次咁啱咁好彩喎，係咧佢個信用卡咧係另外有記錄咧，就見到咧嗰啲美容院職員咧係好狼啊，係不斷咧碌爆個 limit， 咁啊 call 翻個 record 之後咧先見到，但係咧有好多咧係完全去到呢個咧合理嘅即係檢控嗰個證供要求咧係唔夠。咁我係見到咧，係放生咗好多嘅不法分子，係咪純粹就話係即係加強呢一個即係執法就可以咧？而家嗰條條例咧，我覺得咧就處理唔到呢一樣嘢咯。好，阿葉生，我都同意嘅，條例難處理。我一開始都講咗啦，七年前我提咗佢難噶啦。咁但係嗱，你話有冇不良嘅？我自己都做咗幾千個個案，其實真係有啲銷售係亂嚟嘅。佢唔單止銷售亂嚟，佢試你張卡有幾多呢？唔係佢係。咁多個零嘅 case 我都試過嘅，你發現佢咪話俾你聽，唉唔好意思個掣壞壞地，你唔發現就話你唔自愿點會簽名咧？我明嘅有呢啲情況喺度，但係真係唔係我哋大部分人嘅所謂啊嘛。而家個問題你執法困難，執法困難就請你喺條法例裏邊按我當年嘅建議，喂你針對某啲行業嘅一啲銷嘅營運模式，你要設計到點樣能夠舉證到？因為你寫條法例，然之後你話我執法唔到嘅，咁你寫嚟做乜嘢咧？係咪？即係降低嗰個檢舉嗰個。唔係降低檢舉個門檻，即係唔係叫你亂告，而係你應該喺設定條條例嘅特色裏邊。嗱，其實我哋喺2015年已經喺工商事務委員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啲議員通過曬，仲係你黨有黃碧雲議員通過。做 motion 嘅一條動議就係話設立一個規管美容業嘅督導委員會，一起傾下整體 overall 點樣可以有一個牌啊咁樣。點都唔緊要傾啊嘛，你起碼有個平台。政府唔傾，立法會寫信去遺憾政府，問佢做乜唔處理兩個 motion， 一個就不過如果講到立法會嘅動議，立法會都通過一個話要設立冷靜期嘅動議。係啊，我意思咪而家個問題係嗱，袁海文講緊個唔係冷靜嘛，佢係講不良嗰啲，由開場到而家都係講不良。所以個問題就係我哋講緊冷靜期啊嘛，唔緊要，不良好，冷靜好，或者甚至係消費者嘅安全都有要傾嘅問題㗎。點解政府唔肯傾啊？佢回覆立法會嗰陣話：你個行業發展得幾好啊，唔需要立，唔需要去傾啦。好，我交俾台下之前問多阿葉生一句啊，我引述明報社評咧就話，正當業者應該歡迎立法規管喎。啊，消委會主席黃生就話佢哋有的放矢嘅嚇，因為嗰啲涉及金額大啊、時期長啊、投訴多咁嗰啲，真金不怕紅爐火咁樣喎。葉生嚇，俾你最後一句回應一下，跟住我交俾台下。我哋咪講咗叫你成立，而家佢傾嗰啲嘢唔係一個可行或者可執行性好有效嘅，而且唔係針對問題核心啊。咁我哋咪話你不如成立個規管委員會去整體傾點規管，就唔係你單方面消委會諗咗一套可唔可行都未知就掟出嚟，然之後啊局長就話你問題行業，我哋會立法。好，我哋交俾台下朋友發言啦，先交俾係嘉樂撒聖心書院嘅同學。大家好，我是嘉樂撒聖心書院的陳希敏，相信大家都很認同，如果實施了冷靜期之後，是會增加了美容院或者是健身中心等等的營運成本，但是如果營運成本增加了，那本身如果你參加了的計劃是200元的，那美容院或者健身中心是很可能會將這些計劃轉移給消費者，而令到這個健身計劃會變成300元，這樣會不會變相了增加了消費者的壓力呢？多謝。都有一些人說法就是會將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我再交給是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同學。大家好，我是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張海林。剛剛在上一節就講到關於消費者退款需不需要理由的問題，但其實在背後更大的問題，更根源的問題，不是消費者教育不足嗎？即既然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今次的合約冷靜期不是正正可以長遠地教育到大眾，令他們不會有非理性的消費，不會有不合理的理由嗎？ Thank you。 好，接著再交給嘉樂撒聖心書院的同學。仲有一位同學想發言，黃武，我就交俾後面黑色衫呢位先生。其實咧，所有消費咧，嚟自最難追討咧，就係 Visa。
因為 Visa 咧，除非你有法例嘅啫，如果唔係佢一定唔會停嘅，佢會照俾錢嘅。因為俾咗錢之後，你一定要俾。嗱，其實最簡單咧就唔係冷靜期，應該係凍結期。譬如七天之內咧，消費者有權凍結。凍結嘅期間咧，一個月之內，只要嗰個機構能夠提供到證據，佢冇不良銷售，佢就可以解凍。哇！即係佢要提供證據證明我冇不良銷售添啊！嗱，譬如咁講，好似銀行咁樣啊，譬如你話佢有錄影啊，但係當然啦，這個唔會構成成本嘅。譬如頭先有啲佢哋自愿有七日嘅，基本上佢哋唔擔心㗎，佢哋有質素。都不會有人去搞，沒有人去投訴佢哋㗎啦。不過呢個可能同我哋一向嘅即係法治嘅做法有啲唔同。我哋係要證明有罪嘛，唔係證明自己冇罪嘛。最大嘅問題就係個舉證責任啦。好，明白。好，我交俾綠色衫呢位先生。好啦，頭先葉生就講咗好多不良營銷嗰陣時嘅問題，我又覺得希望葉生唔好太擔心。我哋講緊冷靜期啫，即係講緊點樣保障消費者。消費者動輒做緊一個過六位數字嘅付款，嚟過幾年嘅合約。咁其實你唔要呢個冷靜期咧，其實對消費者本身嘅保障係好難嘅。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設咗啲冷靜期，其實雖然你頭先擔心咗好多行政上嘢，但行政上我哋而家係諮詢緊嘅啫嘛，我哋應該可以慢慢傾翻點樣行政，或者喺規管嘅最長時期或者最大金額幾多，咁咪可以同時保障翻消費者，咪呢個平衡翻你業界嘅信心咯。好，唔該曬，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喺台下發言啦。好，歡迎回到最後一節誠信行，今天講一下消委會的建議，是設立一些合約的冷靜期。我現在交給是孝德生動力發言。是的，我今天想講一下我自身經歷的。其實我支持七日冷靜期，但我覺得不夠的。我想問黃先生，我自己參加trainer 的 program， 但是問題就是他頭幾堂很好的，他很用心的，但之後呢他簡直不上堂。我都很奇怪，剛才我就問社會籍的朋友，他就跟我說，原來他那些 trainer 是簽 contract 的時候commission很高，之後上堂的commission很低的，所以他就再沒有動力去很用心地教我了。我想問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好，稍後可以回應。我為何買衣服可以換呢？因為買衣服的sales他是長遠幫那間公司打工的，所以要改革的呢，不良營商是基於一個不良的佣金制度，一次過就發放曬啲佣金俾嗰個人，嗰個人咪冇責任啊！可能下個月佢都唔喺度做嘅。其實唔係淨係呢幾個行業㗎，消費者委員會都不良嘅，因為咧喺呢個金融服務啊、保險啊，一年啊，保險經紀同埋公司啊投接近銷售投到千幾宗啊。保險是有冷靜期的喎。所以就係個冷靜期都唔夠咯，因為佢哋一下就俾太多佣金啊。他應該咧，喂，個佣金唔係一次過就發放，而家喂我供咗一年咧冇咗噶，如果斷保唔得噶，應該咧你個佣金咧分開發放，但係啲借錢都係噶，個個都打嚟咧，根本講個月平息係假噶。都有人提出要規管埋。仲有呢個即係大學噶，嗰啲收曬人哋嗰學費都係唔啱噶。好，唔該，跟住交俾黑色帽光復論壇。其實咧就真係大家冷靜啲，冷靜期呢樣嘢咧就唔一定係不良營商嘅，有可能嗰個客户咧自己唔滿意啊，或者佢後悔。咁你咪俾佢有個機會可以取消呢個合約咯。即其實冷靜期唔係話你哋一定有問題嘅，葉生。只不過係話個人發現自己唔適合啊嘛。即你明白，我哋香港人就係成日有時自己都唔明白自己唔需要嗰樣嘢。咁咪要自己要負責咯。係啊，但係有時後悔的成本。咁我哋有啲嘢係冇冷靜期俾我哋啊嘛。例如喂回歸咁，你睇下有冇冷靜期咧？如果有嘅，我諗今時今日好多人都唔想回歸。問題你後悔我付錢啊嘛，而家交俾論壇之友。喂，香港論壇之友。我覺得咧，雙方都應該自己有責任。你自己諗清楚，人哋宣傳話幾好幾好，你動腦筋啦嘛。一個對嗰啲專門騙人嗰啲應該捉出嚟，用法律制裁佢。好，跟住交俾係大武呢位先生。午安，大家好。而家最主要的矛盾咧，往往當我哋去到呢咁嘅場合嗰時咧，就大量人咧就想說服你。點解令到佢認為呢個服務咧千方百計非常之好優良嘅？咁往往咧佢白紙黑字咧就寫到唔係咁噶，要好難接受得到佢噶。你在咁嘅情況底下，你叫消費者突然間咧時間啊金錢都配合唔到嗰時，你叫佢變唔？如果假定冇個冷靜期俾佢退翻啲應有嘅款，呢個係咪呢個消費者咪變咗好大個損失咯？而且就最主要咧。他哋往往嘅條件咧，個魔鬼咧寫在咧再細節個字眼裏邊嘅。我哋往往啲細個字咧用放大鏡先睇到，知道個苛刻個程度啊。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啲條款啊，係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係
冷靜期一定要的，同埋 low question ask 呢樣嘢咧，喺外國已經好普通，唔係淨係你哋呢兩個咁嘅行業啦。同埋行業之中咧，應該有扣分制度，因為點樣咧？如果你有公司俾消費會釘咗幾多次，應該咧就開始有一個處罰制度，釘佢牌啊或者其他啲嘢，咁你先有阻嚇嘅作用嘅。你淨係叫退翻錢，有乜用啫？係嘛？咁你仲有一樣嘢咧，我好開心同你講，啱聽見咧。我哋有一個朋友，佢簽咗三年嘅體操，但去咗兩年去外國。咁如果你有呢個制度，可以將佢個運動嗰樣嘢 postpone 嘅，咁我覺得消費者係 fair 嘅。好，可唔可以啊？好，唔該，跟住交俾係戴眼鏡呢位先生。啊，係，我就聽完今日嘅大家分享之後，我就諗，除咗美容界、健身界之外，我就諗呢啲規管可唔可以應用喺，例如話電信界或者係收費電視之類啊，即係例如收費電視之類，就例如話又話有一啲服務嘅。咁我睇咗場波就 cut 得嘅喎，我係咪可以咁？即係或者突然之間冇咗嗰個，或者突然之間話冇咗英超嘅播映權啦，咁係咪點咧？好，我跟住交俾黑色衫呢位先生。係，其實嗱，如果你話七日冷靜期嘅話，其實你係需要真係保障翻本身個行業，因為佢哋真係有成本，你係要俾翻佢嘅。但其實你玩七日冷靜期，其實咧對於啲不良嘅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嘅影響，可能都一樣會喺度存在，但係佢哋一樣可以做生意嘅咋。佢哋唔做，好似的士咁，你唔做長期做短期啦，係咪先？七日裏邊，佢一開始同你開一支好貴好貴嘅護膚品，係咪先？你冇辦法，你按比例俾翻佢咩？唔得㗎，你開咗支嘢啊嘛，係咪？咁你成支嘢硬食㗎啦，係咪？咁個問題就係、是，結果就係、是、七日裏邊，佢哋會諗方法喺七日裏邊賺盡你嚟啊！好，所以都係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啦。交俾後面呢位先生。公民黨成員孔令輝，咁其實首先我哋歡迎咧，就政府就呢五種嘅合約咧，係訂立一個七日嘅呢個冷靜期嘅，同時間亦都需要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咧，去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啦，亦都要具有呢一個嘅執法權咧，同埋呢個調查權，但最好咧就係呢個機構同一時間可以協助咧，係處理合約嘅糾紛，咁從而咧就減少咗咧消費者咧，佢係面對嗰個合約糾紛嗰個處理嘅時候咧，需要嘅時間同埋付出嗰個金錢。不過最後一點就講一講咧，就係其實而家只係針對六個月或以上嘅合約去進行呢個七日的冷靜期其實不是那麼理想的，因為有一些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業界可能會將一些合約就定了七個月六個月以下，那會不會有不同的合約期也可以有不同的冷靜期呢？多謝各位。 好，麻煩接著交給民主黨莊榮輝。大家好，民主黨莊榮輝，我們當然是同意訂立這個冷靜期的，我們認為訂立冷靜期才可以保障，其實既保障消費者亦都保障到一些是優良的業界人士的，我們希望這些冷靜期其實現在都覆蓋了因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投訴在不同的行業裏面，今次只是講三個行業。我本人也作為全港業主反貪腐發表答辯發言人，我們都希望呢些冷靜期呢可以放在樓宇管理維修那裡，因為很多的維修過億的工程呢竟然沒有冷靜期，今天通過明天簽約後天又搭棚，這些是離譜的，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要監管。謝謝。好，多謝，交給最後維園操控。大家好，冷靜期呢有個不好處就是言出不行，鼠手兩端。如果他們業界是自由競爭的，他們自己會是優勝劣敗嘛，是不是？那將來就有依賴了，做事喂打仗有沒有冷靜期啊？過得想了幾天就決定打不打了，不可以這樣的嘛，我們香港人要講效率的，做事要負責任的，你簽約的時候要謹慎咯。好，多謝大家。好，黃生會不會想回應一下剛才要精簡？好精簡。好，關於嗰個教練啦，咁佢可能係咪會因為佣金啊或者做啲乜嘢咧，而依個係一個人問題啦，咁同我哋嘅行業咧其實唔係好相關嘅。咁我希望咧喺個政府嚟講咧，或者健身中心嚟講咧，佢哋會成立一個嘅係健身中心或者教練嘅註冊制度。咁當然有一啲服務唔好嘅時候，咁佢可以令到我哋嘅依個制度或者依個組織去投訴、去扣分，而從而令到佢哋俾業界知道呢位教練係做得好同唔好，呢個我非常之同意。好，問下另外嗰三位有啲建議，就例如袁海文都建議話交易嗰陣錄音啊，或者可能喺個合約年期或者金額定個上限，大家覺得有冇用咧？呢啲做法嗱，其實今日一個好好嘅討論，因為我都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但係大家有冇聽到冇乜人講因為我唔冷靜消費所以要設立冷靜期？大家講佣金制度，冇人會咁樣。大家講合約嘅問題，大家講你承諾咗嘅嘢有冇實行嗰啲細節。
種種都不是講緊冷靜，是一個一男子問題嚟嘅。我同意你設立了冷靜期咧，你會隱藏了很多啲問題嘅，因為有以上問題我就退咗得啦，亦都唔使講理由。但係個社會不是臭屎密冚，即係啊你退翻就了事。我覺得根本冇對症下藥。可以雙管齊下，冇話唔繼續執法。繼續，唔係咁你個問題嗱，而家你講緊現在馬上要傾嗰個就唔係針對緊嗰啲問題啊嘛，台下個個都唔係講緊嗰啲問題啊嘛。唔係，而家係更加能夠保障消費者。隱蔽方法我同意㗎，你買衫有冷靜期我同意，買手機有冷靜期我都同意，買車有冷靜期我都同意，買樓最好。即係你覺得如果全世界消費者各行各業都有，你都同意？我係想講緊阿袁議員講緊一個大嘅概念，就係有冷靜期係保障消費者。因為阿媽是女人嚟噶嘛，咁你買樓有冷靜期，同唔同意啊？梗同意噶嘛，所以我好難打一場仗。我明白喺消費者面前有冷靜期是最好嘅，但係個問題我哋而家個政府做緊乜嘢？你係咪針對緊個問題去處理，定係規避咗個問題？消委會咪講咗咯，有冷靜期可以避免透過法律途徑處理不良銷售手法啊嘛。呢個係咪應該有態度？佢都有個説法，就係希望可以引導即係個行業向翻正向嘅方向發展。另外兩位嘉賓，我想反而係啦，即係補充咧，其實就算而家個冷靜期建議咧，頭先都有朋友講咧，係潛在啲漏洞嘅，包括咧六個月以下咧係不受規管，仲有網購咧，其實都係唔受嘅。我哋而家見到開始有多個模式咧，就用一啲 apps， 用啲網咧嚟做，咁會唔會咧形成咗一個漏洞，就係全部咧係用個網嚟付款嚟規避咗咧？咁所以你問我呢啲都要諗，同埋以至咧，我覺得喺個執行上咧，應該將嗰個冷靜期咧刑事化，刑事化唔係即刻或者違反即刻。如果是一些商户是屢勸不改，是非常之離譜，我覺得個執法機構是有權是用一個刑事去做一個拘捕，或者可能不用說理由還要刑事化，是不是屢犯嘛，屢犯就要做。我沒理由說過，我們為什麼要退都沒說，可能因為我離開香港而已，有很多國家都離開香港，執行不到冷靜期，執行不到冷靜期，執行不到啊！屢犯，即係我覺得葉生你唔好歪理連篇啦，唔該。好，我交俾關生總結。其實冷靜期可以變為喺一個雙贏嘅角度嚟睇嘅，因為首先當你一啲係真係有啲係非理性消費啦，真係喺個某程度下都你都唔想有呢啲咁嘅消費者因素。咁喺個情況下咧，冷靜期係俾一個消費者有咗信心。同埋亦成為一種啲老鼠變為成本，可以即係避免咗。我覺得就話你大家應該睇翻就話，會唔會因為有咗冷靜期之後，令到多咗顧客依樣嘢角度嚟睇，反而我覺得係應該係正面啲。好，唔該曬關生，好時間啱啱好啦，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